浸會學院啊，係自從1971年以來咧，已經係提供有關電影嘅課程噶啦。喺30多年嚟咧，我哋為香港嘅電影電視界啦，以至廣告界都提供咗唔少出色嘅專業人才，喺呢方面作出相當大嘅貢獻。目前嚟講，我哋嘅電影電視系咧已經提高，除咗本科課程之外咧，有研究型嘅碩士啦，有研究型嘅博士啦，亦都有教學型嘅碩士課程，包括近年來好成功嘅 MFA 課程。咁展望未來，我哋仲會更加多嘅碩士課程。咁換言之，我哋而家目前已經係有聚集咗一個好大嘅專業嘅隊伍。咁呢個就一個最根本嘅條件。咁目前咧，我哋再考慮到香港嘅經濟係需要多元化，而香港政府或者民間已經講咗好耐，我哋需要創意產業。咁創意產業之中，當然就電影業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支柱啦。咁而家又有新嘅形勢，就係中國嘅急速嘅經濟發展，再加上最近嘅CEPA六啊，再加上國家越嚟越開放啊。所以香港的電影又會增有個更加大的龐大市場喺旁邊。咁針對呢咁嘅形勢咧，香港需要有間電影學院，呢個亦都係業界一路都呼籲嘅。咁我哋作為一個龍頭，我哋覺得正正係我哋有條件成立個電影學院，為香港未來電影咧能夠作出更大嘅貢獻。咁所以我哋設立電影學院咧，我就會加多咗高級文憑嘅課程。讓更多的對想從事呢個電影電視業的年輕人提供呢個機會，咁當然啦，有咗人才，個行業就自然就能夠發展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呢個時候成立電影學院咧，個時間同埋我哋條件都係十分適合嘅。香港浸會大學從70年代初開辦電影電視學科，至今已近40年。在教學、設備以及課程上不斷完善，與時俱進。80年代在香港前瞻性地創辦數碼圖像科，90年代成立了電影電視系，結合理論和實踐，確立全理學社會科學學士榮譽課程。遷棄之後，更成功開辦大中華地區第一個電影電視與數碼媒體藝術碩士課。2009年9月起，在未來3年陸續開辦編劇及導演、電影製作管理、電影製作技巧、數碼媒體以及影視表演5個電影專業高級文憑課程，以期待培養出更全面的影視人才。我们也为业界呢提供了很多的服务，在卓不堂老师的这个以及其他老师的这个共同努力之下，我们跟香港以及华语这个其他华语地区的这个影视界呢建立了很好的联系。在教学资源上，本学院有众多专业的全职教学人员，以及20多位活跃在影视文化艺术界的客席讲师，并配有专职技术人员协助学生熟悉和操作各种专业器材。中国现在的电影电视业都是非常蓬勃，刚刚正在起飞，需要大量的人才，而香港培训的人才呢往往是可以在即国际视野方面呢是能够比国内有它独特的即优胜之处。如果这个即基地能够长远来讲都能够培训到中国的人才的话，我觉得对两地的未来的合作、影视产业的进一步提升都是非常有正面的效果的。我们的器材和设施包括有4套 Steadicam、80部高清数码摄影机、专业灯光70套、40多套专业录音和混音的器材、2间高清数码影像剪接室，内有70多台高清数码电脑剪接平台，2间分别为 2D 和 3D 的数码动画室，2个电视及电影摄制棚，1间可容纳150多人的高清放映室，设备完善。特区政府在过去几年
設立了很多新的機構，包括這個譬如說電影發展局，也都做了很多的產業博覽等等等等，都是為了是要發展這個創意文化產業。而這個學院的成立就起碼可以補足到在影視媒體那方面的不足。香港電影的前景是相當好的，所以配合這個前景，我們覺得香港是需要有個電影學院，而我們正正是有這個條件是組成的電影學院，為香港電影作更大的貢獻。我們希望呢，有了電影學院的話呢，更加能夠促進香港的發展，不但只有量方面，也希望質的方面有所提高。放眼大中華，光影夢飛航，集結全港影視新氣勢，影視新力量，薪火再相傳。